欢迎收看《好声卡卡》，火力苏娜。好，欢迎观众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好声卡卡》。哇，今天的卡斯不得了。哇，所有的欢迎邓慧队的掌声送力量。哇哦，好，型男配我们的美女啊，来欢迎我们的金钟行脚主持人哈，小马栗子。哇哦，金钟嘛。 四位特来宾，是的，啊，首先要，哎，看到莉莉亚回娘家了，心有戚戚焉。好想跟你换位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今天这一集你就站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改名叫红糖啊？为什么？这个也许觉得怪怪的。凭良讲，我看过这么多行脚节目，我觉得做的最好就是小马。 就是哎，哪个明星他哪个故乡是在国外的？哎呦，哎，我们就带他一起去，因为他来介绍。哎呦，我操，找一个地主就对了。哇，对不对？这么厉害，找一个北韩的嘛，好不好？北韩，我怎么去啊？我应该要找北韩，找台哥吧，算是。我们要成功了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台话，我要这句我妈就泰国话很好玩。哦，真的。我到泰国，这是刚从曼谷回来嘛，我出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有个泰国人一直对我们每个人讲话，讲说，亚当伦敦吉拿卡，然后我想说，他讲什么？对，我就他在讲什么？因为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讲。然后说亚当伦敦吉拿卡，然后我说他在讲什么？后来我仔细一听，哦，我知
好多数字哦，什么？哇，有几个九？傻眼，什么？什么？傻眼，有几个九？有几个八，对不对？来，小男生拿两瓶，告诉我，扇子上有几个九？几个还是几个八？问我，数字八，对，有几个？不是这个题目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这个题目太神了，你看是不是？是，看到没有？有两个字，怎么可能？我在抓题，有没有？那你有记起来吗？ 要不然我干嘛？你要问我几个八几个九？有四个八，有扇子上面哦。四个八，前面扇子不止吗？九有五个八有六个。那我要公布正确解答了。九有五个八有六个零，零有四个，哎，零只有一个，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几个？六个，六个，是不是六个？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你补的了，好抓题目，你都多厉害！ 哎，不用玩了，我在抓字单位的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没问呢。对啊，我是不是我在抓题目？所以当一个聪明的主持人，你要洞悉制作单位他们到底会用什么样伎俩。那乃哥，你可以洞悉第二题的题目是什么吗？哦，现在马上出第二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出第二题，你可以洞悉。因为我刚开始注意数字而已，看到都没注意。对，还没看就已经知道题目是什么。第二题的题目，好厉害。你要洞悉啊，洞悉。嗯，没有，洞悉就是里面有几个人是戴眼镜的。 哎呦，好，我们现在不要看几个八了哈，看再看。他们真的很神呢，太厉害。好，那等一下仔细看眼镜哈。好，好来，第二阶段请出题。好，有几个戴眼镜，一个、两个，三个都有。里面也只有三个人呢。请问，路障共有几个？什么？路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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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是交通工程那个路障。对，你我有这么清楚吗？ 刚才有路障吗？有啊，我只有看到智障啊。哎，不要做人身攻击，用看到很多都是加油棒，所以它混在里面，所以不多，顶多三个。哦，哇塞，哇，没那么多，没那么多，没那么多。哪个记忆力真的是吓死人？因为那个加油棒有六根，加油棒有六根啊。
奶哥，我觉得你好神哦。对，他而且他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题是要问加油棒。加油棒是六根，一二三，扣掉一，二三选一个。三。不可能一个嘛？你说。干嘛哽咽？我们要说一个答案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。哇，你们这么随便哦？你看都出二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是。哎。你看都是出二，那你就猜二啊，就猜二，好不好？他演的太烂，我跟你讲，他从他话里面就是肯定这个答案对的，真的，而且讲那个话是语带那种哽咽，单单的哀伤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们不换的，我们不换了，我们决定你猜六，到底是多少了？两个，两个，路障是不是有两个？两个，耶，好强哦，好强。三分、两分、五分奖，真的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没有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要看加油棒是不是六根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要看加油棒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是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，好不好？一分，一分。注意看一下啊，请出题。加油棒四根啊！好，请问戴斗笠的小朋友，他的眼镜是什么？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对，不用玩啊，我们一定输了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太嫩了，是黄色。我现在懂你的意思了，太嫩了。我现在想认为，所有的线索不是嫩，原来是在这啊。哎呀，你再猜一个颜色，我再讲。再猜，黄色的啊，不用玩啊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好像都一样哦。不用玩啊，你看有没有？有老千的感觉吗？加油，对对，有进步了，有进步，挺好的。我是觉得黄色好了。这一题才一分，你们随便答啦，无所谓了。红色，红大红色啊，红色，因为我看他穿红的。真的，确定哦，红色，是不是红色？总算碰到你们一次了，来看一下，不会是黄色吧？正确解答是黄色吗？黄色，哎，黄色，没有，戴斗笠是黄色。你为什么不签？为什么不坚持？哎，然后三角锥哦，有两个，三哦，差点两个路障了，差点被那个帽子被骗，帽子是假的，对，太难了。好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小朋友。哎，你们已经哇，第一个阶段五分哎，完了，好高的分数，刷题很重要。接下来是注音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注意你，注意你。注音题，请出题。行，西江将将将。一个有一个二声品，一个二声，阳一个二声，只有一个二声，有西有西有恩，有西有一有恩有恩啊，行，出这种题目难是姓什么什么姓什么姓姓。什么姓？有坡嘛？有啊，有坡啊，有坡嘛？坡一有可能是坡一品，只有一个二声嘛？什么品？品有没有？但是综艺节目不会拖油瓶，综艺节目不会去用品性这两个太无聊了，对，一定会有别的。三个字，对，三个字，或者是性平尿，平尿三个字啊，三个字，很平尿，哎，新加坡啊，哦，它有个昂啊，有没有？有一个这样这样，这个是昂嘛？新加坡像新加坡有没有安？有西西一昂像五四声三。二一，三个字，没有答案，喷。耶，扳回一城啊！太难了，他们组合太多了啦。对啊，有四声吗？有四声啦。等一下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来，请出题。线，西一一汤，姜酱酱，姜泼姜泼姜姜，品泼姜姜姜泼。奖品提示来喽，它是一种日常用品，日常用品，机一机，手机这个机有喽机，然后机什么？机什么？什么机？对，日常用品，日常用品，手机什么机？机摆在最后嘛，然后二声嘛，什么机？机就把它拿了。科一昂品，哇。这些人好厉害，用脑袋的感觉，认真的表情好帅。聘什么鸡？聘鸡。聘。然后有个昂，西一昂，西昂，翔翔。什么什么相机？好，
N 有 N 对不对？什么相机？金。金什么相机？因为我觉得什么相机是数位相机，不是，对，它是四个字。有金日常用品，有金日常用品，相机不算日常用品哦。嗯，日常用品它是那叫三 C 用品。好，家电。最后五秒钟，金五有相有没有？相框三不是相机二皮相机套橡皮筋橡皮筋哎，不是那个不是日常用品。日常用品吗？你总算参与意见了啊！对啊，好久没有讲话，对啊，总算想要讲重点了。橡皮筋，决定一个答案。橡皮筋没有错，以这样的解释是对的。橡四声，橡橡皮飘破一皮，对，筋基一。好了，橡皮筋不改哈，不改。要我给你们提示吗？你跟我聊这么久，就希望我们改橡皮筋，来看看是不是橡皮筋。被打惨了，像儿子一样被揍哎！没有输过这么惨的，橡皮筋啊！看一下，橡皮筋，对不对？像你看两个一嘛，是不是？西一样像，我们一直讲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抛一皮嘛，两个一嘛，基恩金嘛，哇，太神了！好，谢谢小朋友。橡皮筋，哇，哎，不用玩了，你们已经得到七分了，目前为止。对，接下来是成语，就算成语题零分，你们也有七分。对，不会，成语题我们厉害。但是好看是说，看他们待会是惨败的感觉。每次都是看我们多好笑这样子。我反过来节目就好，看我有多厉害。然后看我们有多烂这样。欢迎五阿高，好吧，接下来是成语题，希望你们不要给我们太难看。来，成语题，请出题。三三甜甜丝丝，而且都是俩叠字，对，叠字。三三甜甜丝丝，它的两个字，叠三叠，间谍情深吗？间谍情深是一个成语。是啊，是成语啊。三三是来迟嘛？对，三三是来迟。三三常常甜甜蜜蜜嘛，来迟迟蜜。三三甜甜蜜蜜，丝丝丝丝有两种，丝丝不扣，扣蜜。三三甜甜丝丝都叠字，两个一样的。蜜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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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五秒钟，五四三三甜甜蜜蜜。三天丝，一三天丝，什么？猜一个。三天丝，喷喷喷！这谁猜得到啊？那你就太难了啦！讲了那么多，随便猜一个，搞不好蒙到啊，对不？好不好？第二阶段来看一下，还有第二阶段。怎么了？这是鹿，鹿，指鹿为马，鹿不是天，鹿不是。跟鹿有关系，跟鹿这个成语一定有鹿，鹿鹿鹿鹿，三田丝，鹿法冲关，凭栏处，鹿法冲关是这是鹿，但是我们有谐音啊，我们有时间限制，不要被这乱了，鹿鹿鹿什么鹿，还是什么什么鹿，羊鹿虎口，还是什么鹿什么对，什么鹿，鹿窑芝麻粒，田丝。鹿田鹿鹿鹿，难的，你确定是鹿吗？鹿丝，你确定是鹿丝？鹿丝田，鹿丝田，鹿池，鹿鹿死鹿，刚转来这一台，大家一定都傻了，几个人在干嘛？鹿田，他们鹿田田鹿鹿鹿丝田鹿丝丝田田鹿鹿鹿丝入门鹿。还是跟圣诞节有关。思路，最后五秒，要在上面打算。是，三，路路一定有路路。十军斗，猜一个，什么？例子讲一个嘛。啊，我完全不会成语。成语不会啊？哦，是哦。那没办法。要到我们家教你。有，一对一成语教学哦。我就想改天呢。哎，奶哥，我也蛮想学，我可以去你家吗？啊，我想学，真的，我也想学，还是你学会之后我再去你家教，可以吗？我也要学会。他学会之后你再去他家。对对对。那他很认真的，他说改天吧。哇，他不会游戏，我不是讲这，我是开玩笑。哎，不要转移话题啊，给我一个答案。鹿鹿
鹿死谁手？没有答案，喷。最后一个阶段，这太难了，肯定看得出来。还好我们刚刚前面有奠定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加油。来，第三阶段，请出题。全部都拿出来了。嗯。带他刚刚带那个是丝的没有？带丝。他把丝带，把丝带走了。不把丝带走了，留下甜甜跟珊珊。对，有个手铐。他是有一个手铐，然后铐那个。鹿鹿死谁手？丝铐。鹿死谁手？丝丝入扣。珊珊。丝丝哦，啊，丝丝入扣，丝丝入扣，对啊，因为扣啊，扣住啊，入嘞，入嘞，入啊，入啊，丝丝入扣啊，入因为一开始就有讲哎，所以他讲说，我们讲不是甜甜，就是丝丝嘛，丝丝入扣嘛，那甜甜他来是干嘛？对啊，那其他两个人，甜甜是幌子，他把他带走了，还有幌子，没有，甜甜是下一集通道的来宾，确实，我刚刚他经过，我刚刚甜甜经过还这样子，对，丝丝入扣，对不对？丝丝入扣。太棒了！你答案从一开始就讲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，他一开始就讲了，一直讲。我就说你干嘛不猜一个，你就不猜啊？对啊，三个来十四路口，你就这三个都讲啦。我们看 VCR。没讲没讲，有了，一开始有了有。好了，是不是丝丝入扣？还真的是哎，真的是哎，所以甜甜真的是下一集的来宾，对不对？对，幌子，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怎么带走的，太厉害了哦！有没有？入丝丝有手铐，对，带走了吧？入扣，入扣丝丝，丝丝入扣。那甜甜跟珊珊是说他有谐音嘛？谢谢。入啊，入把他们搞混了。哦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哇，总共得到八分，恭喜！惨惨的，我们要加油。没关系，放弃了啊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动手交换。其实我们主持人厉害，那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每一期我们都有参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加油，没关系。莉莉啊，快回来了！真的？是的，真的真的。好不好？如果等一下猜的不好的话，就让你回来。真的吗？哎，好，一题我也 OK 了。OK 啊，来准备找查题，请看。哇！我已经抓到题目了，看好了啊！好乱哦，好乱啊！而且还有一颗气球跑出来，线索跑出来了。最左手边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么简单啊？对啊，真的女生？没有，我们是渐进式，左边聊天，左边，左边，先聊天这边那个，对，女生，女生哦，女生哦，我看是男的耶，真的啊？你看是女的，我男女不分吗？好，那不重要，我只是告诉你们注意就好了哈。请问？在刚刚的画面里面，包括三个人，还有地上摆的，有几颗星星？哪有星星呢？有，而且我都已经会抓制作单位出的题目了。你也抓到了？我抓到了，而且我刚用 iPhone 拍起来了。我刚没拍到，你可以借我看一下。他刚才拍起来那边说，对我这吓的。小朋友有拿，好像有拿，你拿一个。没看到星星哎。有。星星在点灯，在我的家门。气球，气球上面有没有星星？没有，我有看到气球。我觉得应该是三个左右，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个左右。手上有一个了嘛？嗯，超过，超过三个，七个。我说你答三个很超过，就是烂透了，烂透了，答了一个没有水准的一个答案。不是，讲超过就是很厉害，很厉害了，太超过，三个超过会不会？会不会是两个？会不会就是三个？其实真正的题目是问 Liz 身上有多少个蝴蝶结。哇！是真的不好数哎。哇塞！这是要三还是五？这一个蝴蝶代表一个男人。快！快快快！五秒，四，你说，你说，一，四个，四个。刚刚算有几个星星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来，第二阶段，请看。哇，一个星星，两个星星，三个星星，四个，七个，八个，手上拿一个。哦，仙女棒就是星星。这好像。好，第二题的题目，请问。所以你们一直在看星星。戴麋鹿发箍的小朋友，护腕，等一下，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灯灰。对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色。耶！真的，他真的有在抓题。我觉得你有在认真。没有，我有记。他看的最准，马上就直接讲了。跟哪个这样讲，我有点心虚。那就。就只有你。
我每次都是你对的时候我就讲错，就我就故意讲对，然后你就改错，有没有？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一个人哦，他没有这种定力，怎么做下去呢？黄色，他听我的了，真的，这么有定力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没意见啊，黄色，我刚刚算七颗星星，我也太没有别的可以那个了。你怎么那么容易被糊弄？什么？黄色，黄色，对嘛？对嘛？好，现在是得了两分了，不错哦。最后还有一分了，再捞个一分的。好，来第三个早茶，请看。布网真的是黄色，哈。那个星星的仙女棒，看到？它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它有八个星星。我跟你讲，这题的题目我知道。来喽！刚才中间的小女生摇了几下？嘿，还猜她几岁算？请问，怎么都考黄灯辉这边？那肯定对的啦。不一定哦。麋鹿头上的大花是什么颜色？啊！我忘记了。我又在看气球。可能是红的吧。我觉得是红的，因为麋鹿嘛，圣诞节红色的那种感觉。这样抓题太厉害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对，跟圣诞节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绿色的花不可能啊。对，应该是红花。绿色是圣诞树，可是它的鹿角好像就是红的。五秒，黑的吧？黑的吗？四，咖啡黑的吗？三，二，红色了。一，红色。红色，不改吗？不要了。坚持了，对啊，偶尔坚持一下看会怎样。今天蛮坚持的，就穿，所以我要什么反向操作的？没错，红色。哎呀，少一个字，少一个字哦，粉红。哦，来，我们看看所有的正解啊。好，看到没有？粉红色的花。对。星星呢？总共那个男生有三颗，麋鹿上面一个，有没有？三。然后他们身上都背两个，加一颗仙女棒，来，仙女棒来，星星呢？对，八颗，八个星星，八个可爱的小朋友。好不好？手腕是黄色的。对。好，那么在这个阶段，早茶姐得了两分，谢谢。谢谢所有的小朋友。好。输了。啊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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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音题第一个对就三分了，就五分了。加油啊！来，第一阶段，请看。哦。哦，鸡，哇，哇，哇，飞机，飞机场，飞机场，哎，干嘛跟我讲答案？我就是看你都会讲出来，脱口而出啊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没有一个二声的，一个四声的，飞机，然后一个没有声的，就是飞机，我有看到飞，还有跟鸡，上面还有什么？飞跟鸡还有什么？还有 M 么有么是不是？有么，那就是么鸡飞，飞机马，马仔仔美什么美？仔美鸡，美国总统最爱用的什么？美国总统最爱用的美草莓鸡。美番草莓鸡，飞对飞鸡还是什么飞机？还有凹，还有凹，凹有凹毛凹子毛，五四毛三毛毛一黑莓鸡，黑莓鸡。我看起来草莓鸡讲错了，对对对，真的讲错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正在想说，难道我的资讯已经短缺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有草莓鸡这种东西，草莓鸡这种。对你下一集讲说，哎，你知道最新的那个香蕉包，是樱桃包，香蕉包，草莓鸡。草莓。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要看那个，哎呦，你看现在想了想啊，第二阶段哈，看母婴。好，来第二阶段，请看。哎呦，接着认真了哈！哦 ，A B A R B， 有安呢。哦，还有一个三声的，还有一个三声。嗯，哪有吗？有吗？刚才都没有看到三声，有三声，三声，有 G E O， 有三声，有二声，叫四声，翻猫叫鸡蛙，叫鸡蛙。不让我们叫鸡有什么关系？有两个学鸡叫。有两个学鸡叫，一安安，一安烟，什么焦，什么眼，背鸡烟，提示哦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哎呦，
怎么演？跟美容有关。怎么演？对不对？哎，有一点跟美容有关，跟美有关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给他，嗯，五秒，四，三，五秒，假睫毛，飞机眼，飞机眼，你怎么听出来的？哦，美容，把它做成飞机眼，做成小哥的飞机眼，肥猫眼，飞机眼。好难哦，最后一阶段来，看没有啊？怎么那么难？小朋友不要动，没没，大家动起，不要动，翻，肩，肩，肩，哎呦哎呦，眉角眼，鸡咬角，角，咬，角，肥剪，剪，角，美容，剪，角，肺，对了，角。快对了，保健扁眼眼角，五秒，四啊，三，肥毛，二，眼都对，剪，怎么这样啊？肥毛剪，肥毛剪是什么？肥毛剪，你把这三个字再重新组合一下，减肥，减，来，我们看正解，减肥猫，减肥猫，肥，减肥眼。减肥药，减肥药，对呀，肥毛减，减肥药跟美容有关。减肥药不是要吃了爱漂亮吗？对不对？我说健康食品，健康食品。妈的，减肥药，减肥药，猜得到啊！好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，来了，你们就要靠成语题了，好不好？挂蛋，来，成语题，请出题，来喽。九了，九哦，九九重阳啊，九九重阳，九，天长地久，下九九，有这么简单吗？真的会是九吗？红酒，红酒，红酒，我跟你讲有谐音，九九九九，好不好？九，不管九啊，九哪？半推半就。你很喜欢这种感觉？等一下，不是，那是你到他家上课的感觉。对，五秒，四。三、二，长长久久，喷，天长地久，天长地久，好不好？跟你讲，不是不是九，不是九，不是九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看第二个提示。啊 ？B， 不管他怎么是，很简单啊，就 B， 就。逼救，有刚才想说会不会是追根究底，但是有逼救，一探究竟，逼什么逼救？避重就轻，避重就轻，避重就轻，好，好不好？避重就轻，厉害，厉害，耶，太好了，厉害，对，嗯，来，我们看看地震下他怎么表演，来，请看，啊，逼。逼人重，有没有？九很九很轻，有没有？哇，可爱哦！所以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哈，出题还是有谐音在，是看你的联想力怎么样。好，恭喜两分。现在看我们今天惩罚，可怕了！哇，好恐怖！今日特调柠檬汁，蒜头汁，养生防癌，好不好？蒜精哎，哇，蒜头，纯蒜啊，纯吗？超浓的啦，哇！哇，这样都可以闻得到。这一杯还好，两杯以上受不了。但今天的题目比较简单哦，跟你讲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今天我们题目你看，修女她是背十字架，有没有？对。好，工人戴工地帽，小孩吃奶嘴，学生背书包，警察戴手铐，厨师拿锅铲，消防队啊，他是拿消防水管。好，医生戴听筒，老人戴拐杖，邮差拿到邮筒，拿信。Liz， 挑战一下。好。好神记忆王，请翻牌。给你看十秒，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来，一分钟，请开始。21。二号、十一号，十字架修理错。36。错。31。31。对，对对对，十一，三十一，对，26，对，二号。对对对，快，20，20号，24，14，四号，4号，
错。五号。54。哎，老人刚好出来。对了，快快。15号。不错哎，油桶没有出。四号。错。八号。8号是最后。13号。10号错。奶嘴又出来过。七号。听懂医生。快。18号。错。6号。18。对了，我运气不错。12号。学生。10号。对。9号。哇，厉害耶。4号。好。哇，好厉害哦。12。不用喝。6题耶。好，6题不错了。恭喜，厉害。乖乖。你们这一组啊。好不好使，力量都不敢挑战。这个游戏我很熟，可是我熟的是这个动作。翻牌。哎，你要是输力是难看的。我知道，我要好不好？他6题，其实我说今天的题目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它图像比较好记。哦。那差一些，但是它颜色很深。好，准备了。好的。好神记忆王，请翻牌。看10秒，加油，开始。5、4、3。2、1。好好气哦！好，来准备，1分钟计时开始。16，错，烂透了你。11，错。2，6，错。3，喝惨了。7号，错。11号，7，16，16，7，16，7，对，8号。17，13，对，13，该出来了。11号错，6号，6号，孩子，小孩子，没有叫过的快。3号，错，4号，厨师，5号，6，5号，6号，9号，快，修理，2，10号，快点，12，对了，哎呦，十五，4号，错，3号，邮差，19，错，3号14号，3号20，哎，你看邮差就戴工地帽啊，怎么因为这样子？不错啦，不错，后面我怕你前面一题都没对，对啊，后面七题直接对了5题，这倒霉要喝一杯啊，要喝一杯，帅，还好啦，又不是你喝。对啊，我可以喝啦。对啊，你要帮他哦，一人一半好了。看有没有大蒜味是？对，垃圾。这个应该是有味道。一半好了，一半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蒜精。Man 哦，英雄救美，干了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定要一鼓作气，你千万不要。只有一杯耶。你真的要一鼓作气。还好。啊！我刚刚讲话，我这样你们两个都很臭，臭一个人就好了。好臭哦。好厉害哦！这边好烧哦！哇，好臭！历史厉害哦，6题啊，恭喜！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虎跑五资格赛。好，看看两位这个帽子型男，好，到底谁打得好啊？你就直接跟我们讲说昂姑为昂姑吗？昂姑昂姑昂姑对昂姑，来了。单说哈，11，来看两位的牌 ，OK 了。先看 Jason 的牌，金钟马的牌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赢家先的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Jason， 出赛。先来一个。一张 S， 你会玩哦？我会啊！我看不起他嘞。巴西有这个 game 吗？你可以丢。This ring， 加一张 S。你们两个真的会吗？我们只在，我跟你讲，先演一下。他们在演，他们在演啊。好，互相搭配，步步一阵。一张9，一张9，
OK， 两张纸啊，再加两张，这么凶，玩那么大，我发现我们的演技可以。你是主持人啊，你又不是演员。哎，不是，我现在想要转戏剧。想转戏剧啊？好玩嘛？不要了，你演不到第一男主角。不，我 OK 啊。我真的，我演配角就好。一张三。哎。毫无演技可以。这次没有演。好，到你手上。走上坡了哈。对。上手以后，请叫牌。三张五。哇。这么多。再一张。哇塞！你还有再张，哇塞！这三张不会是假的吧？好大胆哦 ！I don't know。再叫，换我叫，还是你叫啊？因为他抓错了。真不愧是金钟，哇塞，有天分。好，我叫。我现在不知道叫什么，一直帮我叫下面，你不要再叫鸡了，叫这个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有一个。好了好了，来，一张七，他嘴巴讲八，对你嘴巴是闭的，就硬改成七，这都是一种他不敢骗，你的嘴型好弱。我都看到八的嘴就突然变七，对啊，我想他是故意的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呢。来，一张八，看你手上有，看到没有？没错。一张八。再一张。一张。八。什么？好碍眼哦！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干嘛这样？拿回去。真是的，告诉两位是可以 pass 的哈、哦。来，杰森叫，两张五。加两张，再两张。哎呦，一定错的，一定抓错，一定抓错了。全部拿回去，危险哦！我跟你讲，下次我要到你家把你水饺都吃光，你讲，一颗都不留给你。一张三，抓一抓回来啊。对，不差。好，那我们换我们了，没有发牌权，这个吗？你确定吗？哎，不要谈情说爱。三个八，三张八，三张八，他没有八，抓，什么好烂哦？还好。他没有发。两张三。pass。pass 哦。对啊。他很少了。pass。哇，你危险，那么少你还 pass。嗯。哦。两张九。这要逼我出牌。再一张，再抓，烂透，烂透了！恭喜杰森获胜，轻松嘛，烂透了。现在你要挑战谁？选奶神的话有车子，我的奖品多一个车子啦。对，跟奶哥玩玩好了。哦，要赌车，赌车的，厉害了，来。决战呼跑虎，杰森挑战我们的徐乃神，有机会获得顶级豪华百万日系休旅车，耶！超能量水疗浴缸300000，天然翡翠项链30000，现金66666，卡拉 OK 家庭剧院组40000。是的，请选，就6号好了，我就不看奖品了，直接就来。好，直接玩玩。
好不好？好，先看双方的牌 ，Jason 的牌，徐乃神的牌。挡到，请猜拳。来，出牌哈。哇，都没有看奖品啊，好刺激哦！好刺激哦！两张九，一定不相信。所以这打花牌会比较好。四个一样的拿出来了，一张一，没有再拿出来，没有再拿出来，只有两副，最多八张一样。你也没有一啊！我操，挨着打哎，连中两枪。对呀，有这种事。我本来想说，你一点奖品可以去割双眼皮。一张八，跟一下嘛。再一张，你这张假的，但我放过你，因为我让你跑牌，好不好？加一张，再开箱子。你卖我别供。哎，我没有讲，都是这个金钟马在放炮。厉害啊！因为我觉得哪个人会不敢。你有在看哦？有，我每次都有在看，这节目很好笑。张二，跟你一张，再一张，哇，好有气势哦！好，没错，两张八，抓错了。剩下一二三四五，没叫过的，一张五，哦，夜路走多了，三张二，三条 pass， 两张八。加一张，再两张，加一张，好会演哦！哎，没有成功哎，一张九。加一张，再一张，抓错了。第一张假，紧张哦。两张都是假，都是真的。一张 S， 啊哈！啊！好想拿痰盂。三张八，不要，硬要拿回去。两张九。你没有，你不要那么假抽。手出去一点，镜头。再一张。再两张。再一张。哇！心机很重哎。我先看要不要 pass。张八，刚刚他抽三张，多一张。一个五，一个 K， 三个八。
他这牌怎么玩呢？这下球大了，问题大了。哎呀，这个牌他怎么玩呢？牌少一点好打，四张九。Pass。太好了，我看留哪一张好。四张九啊，没有啦，我气死了，刚刚那三个，一张三，你没有，你现在有了，我现在有了，一张六，你没有。一张七，他可以 pass 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 pass 啊。叫他手上我就死了。一张十，你看我多认真打，这个奖品可能很大。又没有，你好惨。一切交给上帝了。嗯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！一张，十一，你没有，我赢了。我们看奖品，没有了，赢了。哪一个？好了，好可惜哦。但是赢的奖品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黄灯鬼，照片一张。怎么没有我的照片呢？啊！我什么？顶级豪华，我真的没有看哦，我真的没有看奖品。哎呀，凶啊凶！哇塞，有隔热贴哦，纸哇，专用的隔热纸哎，隔热纸啊！哎呦，也是顶级豪华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我有大一样。好，谢谢四位特来宾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观众收看，别忘了每天晚上十点整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好声音大咖》，老板，驾到，老板请拿卡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